一直。后门也被堵死，保姆有点怕了，请求小爱开门。突然地板上燃起了熊熊大火，很快整间屋子全被点燃。保姆想要从窗户逃生，却被小爱挡了回来。小爱就这么看着保姆在眼前活活烧死，她终于夺回了父亲的爱，美丽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。当着警察的面，父亲安慰小爱，是因为保姆偷偷在工棚抽烟导致火灾，但父亲明白这事儿一定和小爱有关。警察走后，父亲来到床头逼问小爱真相，因为这次的保姆是第二任意外死亡的保姆了，再傻的人也察觉不对劲了。在父亲的逼问下，小爱说出了真相：小男孩、老师、两任保姆。父亲不敢相信女儿美丽的外表下竟然是这样一个魔鬼。Someone had to。父亲将小爱带到了度假小屋，他不想小爱变成一个恶魔为祸人间。父亲决定亲手结束小爱，但小爱并非浪得虚名，当晚就偷偷打开煤气将父亲锁在屋内。好在父亲及时醒来成功自救，小爱明白父亲不会舍得对自己下手的，况且没有了父亲，小爱还有姑姑。果然场面一副父慈女孝，但父亲这次下定了决心，将安眠药放到了饮料中，看着小爱喝了下去。父亲放心的回去睡觉了，但是半夜醒来的却是小爱，原来他趁机调换了杯子。父亲被枪声惊醒，跌跌撞撞地捡起枪想要追上去，小爱躲到了浴室，追来的父亲踹开了门。此时邻居因为刚才的枪声冲了过来，眼前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小萝莉被暴怒的父亲用枪指着，任谁看这都是一场变态父亲弑女的戏码。父亲就这么倒下了，楚楚可怜的小爱被当成了受害者，但被姑姑抱起时，小爱又露出了得逞的微笑。
奉劝孩子们不要学这个小姑娘，用这样残酷的手段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回头你会发现你失去的东西远大于得到的。如果你是家长，一定要时刻纠正孩子们的小小恶行，无限的宽容放纵最终会害了孩子，也会害了自己。下期再见。